那么，其实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所有的母亲都来自每个人的心里，每个人心里。那么每个人的心里接受的东西，心里接受的东西，会在量比较平淡。那么就是说，至少我们看到这些判断的人，非常了不起，值得我们对不对？敢于表达，也内心世界。但是因为今天的话，说实在，因为这个社会越来越复杂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有些时候怎么说呢？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做自我强化。你看，像运动员啊，运动员他如果要得到好的成绩，是吧？他必须要强化、强化再强化。然后就是说，基本上是运动员十个里面有九个是伤残。你只说到运动员恢复那一段，你有没有知道运动员跟普通人的寿命之间比例的话是什么？我知道你说的，我刚才说了嘛，就是说运动员十个里面有九个是伤残，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恢复的恢复肯定是有伤。然后就是说您说的像那个现在的社会人啊，就是面目表情麻木啊那些，是吧？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代价之一，但是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人是真的是需要一个物质条件。你再想一下，如果我们像古时候那种科学技术水平的话，如果那个物质水平然后你创造了能力的话，是吧？你基本上就是历史的东西就会改变不了。因为很多时候，如果你是还是从土地里面刨石啊，然后又没有成立的超级水稻啊，然后科学技术又不发达呀，然后你的那个水来了你又没办法去处理，那基本上是发生水灾。过一段时间以后，那个就是历史的轮回，就是那个。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说，自从那个科学技术发达以后，就是对那种力量啊，然后对那种科技的追求，然后使人慢慢的忘记了那个面部的表情。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。但是我认为这事情不是一件麻烦的事，我认为就是说人迟早会回归那种天真。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看，当一个人受到各种打击以后，他的眼睛就特别犀利。特别有攻击性，不是，是这样，有一个表情，有一个叫做狼饿狼吃食的时候，对吧？他在吃，可是他眼睛的话，他眼睛会怎么样？眼睛会，对，他的耳朵，眼睛会这样看，那什么呢？那叫诚惶诚恐。不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叫惊慌失措。因为很多时候有这么的话，叫做你看到了什么，你就会得到什么。因为现在的话，其实物质条件谁也不能否认它的重要性。就像您身上穿的这些东西，是吧？您可能就是觉得，这个钱这个可能就是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重要。但其实钱其实本质上不是钱，钱本质是一个可交换的物品。钱只是可交换物品的一种就是一种，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我这个钱我可以买东西。如果你那个钱不能买东西，那个钱就废掉了，知道吗？其实本质上是钱。对，你说的话，其实在老子里面就记载的话，有知无义，无知有用，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有和无之间的关系。没有了才觉得它重要。